这个水库收费非常的贵，400块钱一个小时。我们现在去问一问这个鱼塘老板，他为啥这么贵？哎，你好，你是这鱼塘老板吗？是的。在这儿钓青鱼怎么收费啊？400一小时。真400？怎么那么贵？我刚放的5000头，这里边全是。那回鱼吗？回。回鱼多少钱？200。400一小时，回鱼200，一个小时钓2条我就上岸了。三小时起钓。3个小时起钓。啊。2×3 得6，一共多少钱？1200。1000怎么便宜点？我就爱1000。爱钓不钓？你不钓赶紧走。这么硬气啊！我再给你200，今天我必须盘你。盘我？随便做是不？随便做，随便做，不限根。必须拿捏你。谁放鱼？咱不就忽悠他了吗？放鱼挣啥钱呀？是吧？这儿够得比较远一点，就这个位置吧。希望今天能钓个好的成绩，必须要治一治这个嚣张的鱼坑老板。这么大的水面，我们要先打点窝子，先把他的鱼给聚过来，因为我们目标是大个体，加上我们的秘制中药酒，给他泡一下，一会儿直接挂钩。我们把窝链打进去，先把鱼诱过来。今天我们想用龙大雾7米2的杆子挂上螺，调2目就可以。必须要治一治这个嚣张的老板，走你。静静的等待大青鱼进窝吧。好像来口了，好像有动作。哇，再吃一口。哇，漂亮，终于了，666。天哪，我们的第一位大青，让我看看有多大。哇塞，回来回来。哇哇，出水面了。哎呀，哇，抄网都盛不下，它是不是正口？哇，正口哎！哇，我们的第一条大青，啊，大不大？喜欢钓鱼的好朋友们来关注，来个双击，快点入户来！让我们继续挑2个我们泡好的大螺丝。鱼儿的绝，漂亮，一条直线。漂亮！哇，又一位！哇塞，吓死我，吓死我了！刚才往前一冲，差点给我踩下去。哇，又一位！天哪，是不是我们的目标鱼？哇，大青，看到没？哇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哇塞，太好玩了，这鱼太过瘾了！春暖花开，青鱼也开口了。回来，还有一根水草带上来了。天哪，天哪！漂亮，超大！我看看，让我看看你有多大。我感觉窝子里面全是鱼，要连杆的节奏啊！赶快入户啊！好像又来口了。对，漂亮，中鱼！哇，又一尾！哇塞，好有劲啊，这条鱼！回来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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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这条小一点，直接飞它。漂亮，又一条到手，正口哎，看到没？别跑别跑别跑，可能上来的时候太快了，它不太淡定了。这条小一点，不过大小咱们都一个价。继续啊，给我数着。漂亮，又一尾。哇，连杆了，这也太好玩了吧！我就说嘛，青鱼连杆那就不是一两条的事了，那就是来鱼窝了。哇，太过瘾了！这条鱼咋这么小？老板说了，大小都200一条，对不对？这也不能让它跑了。哇，这条鱼咋这么小？老板，这也算数吧？又一尾小青，咱们继续入户。来来来。连杆了，连杆了，这不好起来了吗？飞呀！我的天哪，怎么这么重啊？这鱼，我是一年没钓大鱼了吗？我的胳膊都疼了，怎么这么大劲儿啊？现在的青鱼，吃什么长大了？这一冬天，是翻滚吧，大青鱼，超你！又一尾，休息了一个冬天，终于开口了，一尾大青入户了，太过瘾了。累死我了，我都出汗了。
让我们继续坐抛七米二，走你，漂亮。再补点我们用药酒泡过的螺丝，再来一下，哇塞，漂亮！哇，又一枚！啊哈哈，终于！天哪，差一点飞出来，一定是我们的目标鱼。这条鱼还是这么重，再呛一口，哇，两条！天哪，好像是两条，你看。两条，哎，哇塞，真的是两条，超大，对，心超大的，哎，还一条，真不拿它当鱼。你鲫鱼说我不要面子的吗？这大钩你都吃，这条不要，太小了，我们给它放生吧，去走吧。又一尾大青，哇，累死我了，噔噔噔，真的连杆了，继续入户。漂亮，又一尾大青，看到没，入户。还有十分钟，还能不能再来一条手杆鱼？到时间了，到时间了，别钓了。这么快呀、啊、我这还没钓多少呢、啊、我还没过过瘾呢。没钓多少是钓多少啊？要不这样吧，你给我2000块钱，咱也不数了，好不好？不行不行，我要数。我跟你说，你数了你可以给的还要多。是吗？真的，我不信。数数，哎呦，我得慢点儿，掐杆都掉了。数数数数数，哎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这是今天我的鱼货，一二三，走你！哇，下面还有小的，大小都200，对不对？大小都200，好好数数多少条一共？2、4、6，有了，9条，2、9、18，给钱吧，老板，1800。啊，这么厉害！你看我刚才那票价是不是？啊，你数一下。妈的，还倒贴了。1200，再加600。下次别来了啊！今天罚了老板600块钱。下次别来了。今天我不钓了，过两天我再来盘你。放了啊！放了，放了，放了！喜欢钓鱼的好朋友们，双击加关注啊！一户你得给我呀！这没放鱼也钓这么多，这亲戚开口了，不行，下回得多要点钱。